因缘，念佛行善也是孝，孝障佛力超九天，大哉孝乎大哉孝，孝与无穷孝无边，此边教句句不离孝，离孝人伦端颠倒颠，念得十遍千个孝，念得百遍万孝全，千遍万遍常常念，消灾免难百孝篇。恭送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士不非亲，灵宝其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悟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缘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稳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夺夺今年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直，将耳点腿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摇栓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朵多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清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三十六元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红华显神通，扯旗照旗遮日月，头顶深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所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羊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说服蓝烟归正宗，来王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差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邪念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眼太保，阿弥陀佛十叩，一叩再一叩，三叩四叩，五叩六叩，七叩八叩，九叩十叩首。诵诵百孝经，天地众孝孝当先，一个孝字全家安，孝顺能生孝顺子，孝顺子弟必明贤，孝事人道第一步，孝子谢氏即为先，自古忠臣多孝子，君显贤臣举孝廉，尽心竭力是孝父母，孝道不独讲吃穿，孝道贵在心中孝，孝亲亲则莫回言，惜乎人间不是孝，回心护孝天理还，
诸事不顺皆因不孝者，知孝能感动天，孝道贵顺无他妙，孝顺不分你共然，福禄皆由孝顺得，天将孝子定也观，人人多可孝父母，孝敬父母如敬天，孝子口里有孝言，徐孝父面上带孝言，公婆上边能尽孝，又若孝来又若贤，你得俗名先学孝，三从四德孝在前，孝在乡党人亲近，孝在家中大小官，孝子逢人就欠孝，孝化松鼠人品端，生前孝子身价贵，死或孝子万古传，处事唯有孝力大，孝能感动地和天，孝经孝文把孝劝，孝父孝母孝祖先，父母生子言为孝，能孝就是好儿男，为人能把父母孝，孝被孝子照样还，堂上父母不知孝，不孝受穷莫怨天，孝子面带太和相，入孝出地自然安，应在亲在应孝不知孝，亲死之孝或伟然，孝在心孝不在貌，孝贵实行不在言，孝子齐家全家乐，孝子治国万民安，五谷丰登皆因孝，愚孝即是太平年，能孝不在贫和富，善体亲心是孝难，兄弟和睦即为孝，忍让两字把孝全，孝从难处见真孝，孝容满面成亲言，父母庄前正一孝，孝思鳏寡亲影般，赶紧孝来观音快，心有我孝受有天，生前能孝方为孝，死后尽孝徒枉然，孝顺全家孝是宝，孝性温和孝未干，羊羔贵乳上知孝，乌鸦黄埔孝心言，为人若是不知孝，不足其寿实可怜，百姓万善孝为所，当知孝治是根源，念佛行善也是孝，孝仗佛力超九天，大哉孝夫大哉孝，孝以无穷孝无边，此天自具不离孝，离孝人伦颠倒边，念得十遍千葛孝，念得百遍万孝全，千遍万遍常常念，消灾百难百孝，免难百孝篇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士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点八印正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圆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云雷正开悟极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原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本源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四德西来白羊子，将耳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摇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
这对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清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元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清脸弘法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驱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降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吴王赐令记下身，说服蓝颜归正宗，来王照下真言座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觉念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所。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洪文新，弟子洪师庭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回向于董阿云前贤，回向于董阿云前贤，祈请弥勒古佛，祈请弥勒古佛，地藏古佛，地藏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调解患者以贪所有有情众生，调解患者以他所有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，令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，得以早日康复，得以早日康复，身心健康不会增长，身心健康不会增长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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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那感谢天师德，感谢各位表演师，各位前辈们啊，慈悲让后学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导读，谢谢大家。感恩，谢谢文信前贤，也谢谢各位前贤们一起诵经导读，一起诵经，那一起诵经回向，希望董阿云前贤能够度过难关。感恩了，感恩，感恩了，感恩前贤慈悲，感恩，我谢谢，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你的眼睛怎么了？到了，陈主任，你在哭哦？哎呀，不是的，眼睛有毛病的。哎呦，天气太热，天气太热，应该、有没有去看医生啊？有了，哦，天气看了，天气太热，会痛哦，爱去看单科啦。我有去看，谢谢。天气太热，我做机操会这样，工作辛苦，假做机操啦。好了，好，谢谢。保重啊，大家要保重那个。保重哦。谢谢，拜拜。
那个唐娇芳的妈妈，董阿云就是唐娇芳前显的妈妈，她都有在诵经的。唐娇芳的妈妈，哎，对，感谢大家哦，感谢各位今天慈悲。董阿雪。前贤的姐姐。好，了解。可以请那个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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